大家好，我是中原工商部 Jessica， 今天跟大家看看长沙湾潮流工贸中心。大厦在1998年落成，位于长沙湾传统工商核心地段，是区内罕有的工贸大厦，用途更加广泛，适合更加多不同的客户。单位有来去水、内厕，附近的交通亦都配套完善，有地铁、巴士和小巴站。银行、食肆和客户群近在咫尺，欢迎大家联络 Jessica 去了解更加多关于潮流工贸大厦的租务